好，我是李春嫒，在《鬓边不是海棠红》当中扮演的是小来，很开心今天可以跟爱奇艺娱乐的朋友们在这儿聊聊我们鬓边开心的事情。您呢，都发福成这样了，齐少爷还夸您玲珑身段呢。我发福了吗？怎么没有啊？就这身衣裳，咱中秋穿的时候还有点富裕呢，您瞧现在都快撑开了。这个剧大家都说它是那个磕 CP 大剧嘛，就可能就是随意排列组。你觉得小来跟谁比较有？小来我肯定是跟我们班主有了，因为小来的他所有的心思呀，还有他所有的喜怒哀乐，其实是跟着商旭蕊走的。我觉得还有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我看小周子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人好像还挺磕我们俩的，还给我们俩起了个，就是如果这俩成 CP， 我们都叫夜来香。小来姐，这小子刚来你就一直为他说话，该不会看长得俊俏，这春心动了吧？怎么说话呢？说什么呢？你个嘴上没把门的！我拍的时候倒是没感觉，因为拍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大姐姐照顾，新进到我们戏班子来的一个小朋友。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啊，原来粉丝的想象力还是蛮大，脑洞，对，他的脑洞还蛮大。其实我还挺想，我自己就有点私心，就是我还挺想跟那个二奶奶磕一下，但是我和二奶奶没有什么对手戏。我跟萱姐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嘛，我们在演喜的时候就特别愉快，对对对，所以这次在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俩都特别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要怪只能怪，哎，小兰跟二奶奶没有什么对手戏。我和姐姐我们俩就是在现场唯一的几次二奶奶来到水云楼的时候看到她，我说我们俩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二爷跑到上海去了，然后呢二奶奶就要来水云楼管管我们这个烂账。来的时候呢二奶奶的气势就，我和商雪都被吓到。然后有一个镜头是二奶奶在我们的食堂，水云楼的食堂，然后冲下看，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班主也被里边逼着学认账，然后戏班子的这些小朋友们大家都在围着学规矩，我也很无奈。就我回头看着二奶奶一脸气势凌人的看着我，那场戏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说哎呀姐姐呀，为什么演喜的时候我是你的猪队友，来到这个戏我们俩这么对峙？你觉得在他眼里说像江登宝、二奶奶、程美心都是什么样的存在？这可能就是威胁上戏的生命安全。嗯，哎，我们先说一些不让人太生气的，那可能就是二奶奶和程美心。其实我觉得对于小来来讲，程美心没有太大的威胁和杀伤力，他可能就是知道二爷的一个漂亮姐姐。那对于二奶奶，其实我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二奶奶是一个特别明大理的人，特别识大体的那么一个大女人，然后又是出身于大户人家嘛，所以我觉得她是很通情达理的。那作为戏里的小来吧，我觉得她就是二爷是金主爸爸，她就是金主妈妈。只不过这个金主妈妈有点抠，然后天生呢对我们班主有点成见，所以我只能，他对我们班主好我就对他好，他要对我班主不好那我就对不起了二奶奶。那江登宝就不用说了，江登宝就是，哎，我们经常叫他傻儿子。忍着吧，忍不了呢。戏里江登宝论人品那就为负数，论智商也为负数，论情商基本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纯黑粉，我们班主的纯黑粉，就是嫉妒不成反而要害你一成的那种。那小来在他小来眼里肯定就是眼中钉。有人捧了不起啊，我还就坐这儿了。那我听那个刘明老师说你们在片场也会就是排挤江登宝，这是真的假的？真的呀，因为他太油腻了。因为其实这个戏我觉得他有一个他特别大的一个魅力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相处在一起都太融洽了，就是戏里戏外已经不太分了，就是戏里的人物关系和戏里的人物的感觉好像都已经带到了生活当中。他一说话我说你越来越像那个金世杰老师了，你知道吗？越来越像你爸爸了。我说江会长，他生活中有时候就是啊，就是特别傻
儿子的形象，你知道，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受排挤了。你敢过来，我让我爹打死你。你不是经常给班主任端肘子吗？我特别想知道那个肘子的秘诀是什么。这个食材要好，这个肉要好，不能太肥但也不能太瘦，就肥肉相间。那制作的这个过程呢，你料要足，火候要够，这个火候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这炖吧得慢慢的小火炖，把这个味道慢慢的炖到这个汤里，从这个汤里再慢慢的渗透到这个肉里。那你这个肉呢必须要烂糊，并且就是最好炖到你吃那个肥肉的时候就像吃一口豆腐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有点饿了？其实我之前拍《延禧》啊，还有拍《皓镧》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一点反面人物的感觉。虽然就是《延禧》吧，他是有点蠢萌的、坏坏的那种的，但是在《皓镧》里边，秀玉他就是完全就嫉妒成性，就真的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那其实我本人就是我不排斥演这些反派的，因为我觉得演员要演各种类型的，让自己的维度更大嘛。但是我其实生活中是一个蛮开心有点傻乐呵的人，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角色，就是温暖一点的角色，可以把我生活中的一些开心的这种能量传递给更多人。就是拍完《皓镧》之后，我有次跟于老师聊天，然后跟于老师说，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说于老师，我想演一个温暖的好人。所以就对，然后后来有了《鬓边》这个剧本之后，于老师跟我说，春爱，那个我们《鬓边》里面有个小来这样的角色，然后特别贴人心，特别温暖，说你愿不愿意来。然后我就看过剧本之后，我觉得哇，太好了，我一定要来，所以就来了。我今儿晴雯丝扇那水袖棒不棒？棒。因祸得福，以后我就这么演。嘿，我这都被打了，你怎么还跟这乐呀？其实我觉得小来不简单，就是在演上啊，就虽然他不像就是秀玉啊，或者是淑妃啊，他有很多的事件和情绪的事件在里面，让你可以有爆发呀，可以有收敛这样的东西。其实最难演的，我觉得就像小来这种平平淡淡，因为他确实在他身上的世界没有很多，他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跟随于班主这样一个喜怒哀乐走的。所以就是越是这样平淡淡如水，就像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你怎么能在戏中凸显出你的不一样的东西，突出他小来的大爱大义贴心，包括他看班主的所有的眼神，让人感觉到他是时刻都关心着班主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对于演员来说不好演。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也想说让这个小来更灵动一些，更富有灵气一些，就是除了他那些对于生活上的细微的照顾贴心的东西以外，他更有一种活泼感在里面。所以你看小来的走路跑，其实我还都是有设计过的，就是小女孩的那种感觉，并且她这样的一个身份，她可能手永远都是在这儿，班主是不是要喝水了，就是她是永远时刻准备着这么一个状态。虽然没有那么多跋扈的东西和张扬的东西在那儿，但是这样让自己静下来再演出一种灵动感，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比较平静的时候，就是可能在创作上我找不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对于当下我要演绎那个人物应该怎么更准确的把握它。其实我觉得这是每个演员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演员在二度创作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角色是很兴奋的，然后那你肯定想说把这个角色怎么给它赋予的更丰富更有色彩化。那在你找不到这个灵魂的时候呢，你是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是痛并快乐着，因为你总会找得到的。你要真没找到，那可能就演砸了吧。
工作对我来说是幸福的，因为是做我喜欢的事情。那生活当中，我有一帮很好的朋友，还有疼爱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一帮很可爱的粉丝，每天给我留言，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就说明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都给我带来很多的幸福，就够了，我觉得。